麻辣天后宫，麻辣教宫，快乐向前冲。忍了半天没有破掉，对不对？也不会没有破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很期待，因为你只要不Q 第一句，我们每一个礼拜，我们都要想到头破，真的，而且不见得好玩呐、啊。今天来了很多很多的大牌，先欢迎，欢迎，哇，这是过年晚会吗？一个呢来跟他的后生啊，真的，而且很清楚看到这边就是那种前后两代，有没有？啊。歌手发片的辛苦谈哦，我是跟你这一代，对对对，大家分阿弟子退下啦啊，因为后面我跟你讲，上别的节目可以青菜鸡，然后弄张嘴去就可以赚领钱了，让你已经不行了，不行，应该有备而来，不是不是，因为他节目太多，老是这样也不是办法，怎么换一下？每次乱，怎么上都是他的节目，怎么会这样？台湾都没人了吗？还真的没人，我告诉你，真的没人了，对，像丽晶这么优秀的时候，所以我一定要好好的。哎呦，还带东西来哦。不成敬意啦，情书吗？哎呦，拍谁拍谁拍谁啊！这个我来提的好不好？这个好，来看一下。哎呦，金藏头丝哦，上面是这个麻辣天后宫这个丽晶啊，你看。哎呦，马死半边天，辣红影视圈，天赋能善言，后生天机变，公园自成殿，利口芙蓉颜。哎呦，精彩满人间。我下跪下吧，不是不是，因为有些我怕他的文学稍微不高，我所以我再解释一下哈，鉴赏啦，作者观众都很高了，观众都知道啦。哎，那我要像我讲这个有没有公园自成殿，一定要不能随便乱讲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知道吗？公，天有公嘛，天有公呀，殿都不管，凌霄殿呢？哎呦，变殿了，公要大到变殿，还有。哎呦，我就像啊，这像啦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就是近距离素颜的去做。怎么看起来很像张清芳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我来了，一个。哎，刚才那个我不会拿哦，这个我会拿。还在拿？你滚开啦！这个就是，我比较这个比较正式的东西啊。你是讲，那你讲现在二货你，我们那我太近视了。他真的是多才多艺嘿。多才多艺免讲啊，但我知迄个讲迄个无意思啊。是，给讲啊吼。把这些好长哦，正气歌。哎呦，就是这个字的困难度，就是它一气呵成，而且它没有按格子，就是一定很，它最困难就是直的啊，直又这样子啊。哎呦，还有最困难就是没有练过就直接写这样。哇，你没有练过，你没有练过会写这个啊？因为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天才，你知道？当然我不是啦，我是有那种呢。我们阿伯渡鬼吧？啊，渡鬼天才吧？干嘛渡掉？够厉害啦！哎，我今天被赏你了。哦，赏我？哎呦，我夹个鬼嘞，啊鬼嘞腿哦。没了。啊，你看到我的安全裤呢？啊，这就是你目的。我懂的。会看到安全裤呢，啊，谢。有各位如果要写这种东西哈，嘿，就是白纸黑字，白纸黑字啊，挽联啊什么的，啊，不是挽联，嘿，外修辞呐，哦，破文，嘿啦，嘿，外衰来修辞，哦，谢，这还不错，这岁月呐，我一定要把它裱起来，这是真的，放家里真的，啊，一颗的呢，好不好？哎，放哪？不是，好，麻烦。哎，再跟他介绍哈，第二位真的好好介绍一下，欢迎李丽芬小姐。欢迎，大家好。哎，大家不知道李丽芬小姐有多么的厉害，我这边有听说在1979年，她参加过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。哎，今天你们都发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有的是出新书啦，有出 EP 啦什么的。你要知道哦，当初可以活到现在的，当初的歌唱比赛第二届的民谣风的歌唱比赛，第四名。蔡琴啊，哇，蔡琴，所以你就知道就跟平时有时候是不准的。第三名苏来，哇，第二名郑怡，哇，你知道冠军是谁了吧？冠军是陈国华。没有啦，但是李丽芬啊，真是李丽芬第一名。所以你这么怎样哦？
那第一名拢够人玩啦。我怎样？我讲了够你玩啦。我第一名，起码我痛够你们。没有，同家也无啥代志啊。再来，我们要欢迎陈国华老师。欢迎。大家好，今天每一个哎，要先送礼物啊！我先点名好不好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沈美雨桐。好，我出了新专辑，我最喜欢这个。其实你要记得哦，如果说现在没有继续发唱片，没有这么多的新人的话，我们就听不到好听的歌。所以我们要照顾他们。你这公司多大气啊！对啊，真的五连毛了。你变得很瘦哎。对，因为第二张专辑要让自己再进步一点。瘦了几公斤？讲一下。我瘦了12公斤。你知道我？好看，你要不要跟大家讲？因为我们当初很好奇，为什么那个 MV 只有那个美珍一个人拍？他压力很大哦。因为当初我们要发片之前，那个公司就有跟我们讨论，要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下发片啊。可是原本还没有达到那个要求，他一直都没有在最佳状态，对不对？这样讲很伤我。没有，好，自己讲自己讲。因为其实之前我都还蛮胖的，然后也都没有在运动。发片很辛苦吗？嗯，为了当歌星什么都愿意，你可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才子的，你在你们那在哪里？你对不？你看周围的，我收视率啊，我抖音，我十个星都过，你去你讲去，请我去搞去。对啊，你看时代真的，你看啊，现在的唱片公司，起码是五个新人秋季的唱片公司。对啊，现在唱片公司加起来都没有5间呢。我讲，我是讲真的，是真的，在真的，我常常说，全世界啊。只有两个男生10岁录唱片，全世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那个美国 Michael Jackson， 就是我。真的啊，这比赛超多嘛。阿红荣红是吗？没了，也15岁去，哎，你爸爸出钱也不敢。好酸哦！你爸爸出钱啊？什么酸？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恭喜属性，你不能讲人家差一点你就说我酸呐、啊。我恭喜结束，我都今天10岁，哎，都14岁啊，啊，这个今天够好，什么好酸？哎，你来讲我14岁，伊10岁，我比较酸。我一个那个叫名虾，我是6699那几岁？来来，放水放，你嘛10岁以前啊？啊，你嘛10岁以前啊？什么鬼？方顺吉唱片嘛，10岁以前、啊、哦，阿姨第三个啦。哈哈哈哈哈！那第三个呀？没有没有，他那已经10几岁了，他也是真的吗？10几岁哦。现在真的，而且你是自己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录唱片的时候跟你们不一样，你们还可以补充。我们录唱片是乐队在那边，那我们在这边唱，就是他只有2道啊。所以你如果有唱错一个之后干什么，就停，就重来。全部就重来。全部当然重来啊！他没有办法剪接啊。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那次有还有谁，那个一哥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啦，啊没有电脑，还有刘福柱那时候叫做刘雨谦，他还不是歌星，我当歌星还不是歌星，我跟那个张树林唱一条什么交加对滚交，然后张树林、啊、刘树林，然后那个刘福柱就拿一支那个塑胶的那个，然后装一点水就就自己还配音，他不是他不配音而已，他只能配音啦、啊。哎呀，留不住大哥，然后竟然懂过来配音，然后那个张树林，因为他有就是叫瓜子弦了，就是没有练好，结果你知道吗？就是连录了4遍都还 NG， 那个乐队4遍而已，哎，乐队翻脸就走了，4遍就翻脸，哎，而且我因为你如果 NG， 他就再重头吹一次啊，哎，准的乐队都好很大牌，很大牌，好，这是谁啊？给敖哦，哎呦，给敖来着嘛，给敖。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哇！震惊一诠释经典歌曲《Gay 傲》，历经超感动。